岛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分车四方股份公司联合青岛地铁集团等单位，依托青岛地铁一号线，攻克了能耗、震动、磨耗、腐蚀等工程难题，成功打造了全新的 CETROVO 平台碳纤维快轨列车，在全球首次实现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商用地铁车辆和中转结构上的应用，强度更高，结构寿命更长。与传统金属材料的地铁车辆相比，碳纤维快轨列车的车体减重25%，转向架构架减重50%，整车减重约11%，运行能耗降低7%。每列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30吨，相当于直树造林101亩。列车采用先进的主动镜像悬架等技术，环境适应能力更强，搭载了先进的智能运维系统，全寿命周期检修成本降低22%，将引领地铁列车实现全新绿色智能生活，探索未来星光灿烂。非常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将持续创新，不断为用户为社会提供更加绿色低碳快速便捷的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与各位一道为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最后预祝此次活动圆满成功，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